车，参观露营车。这里门进来，上面这里是睡觉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有柜子，这里是厨房，打开是煮饭的，这是水槽，前面是驾驶桌，然后这里是椅子，打开会变床，然后这个是浴室，打开是这样，然后这里是椅子，桌子放上去，然后之后可以变床。电源、冰箱、